have Tim translate. Okay, Tim go. No, no. I came to here, I think everything is very new. 就来到尼泊尔这样就是这里的环境或者是每个人就是其实一直生活在中国见到的全都是中国人而来到这里了之后见到都是不同的外国人士而且来到这里了之后就跟大家一起去玩去旅游 是的，然后晚上来我们又这样子各玩各的，或者是一起说下话，或者是怎样子的。而且去到孤儿院了之后，我也知道那里的生活是不容易，比较艰苦。所以每个就是他们那里的人，有些就因为什么。 教育不同，或者是怎样，可能就没有我们想象的，这样聪明，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可能有些那种，就反正来到这里我就觉得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这样经历这14天还是15天那样子的时间。